左下腿的后侧，垃圾桶，我看到毛泽东的雕像啊，曾经到处都有啊。这个除了增加那个政治的恐怖气氛以外，没给社会带来什么影响，没给社会带来什么正面的影响。 外星人建的那个大雕像是个能量系统，也是个信息系统，而且从那个外宇宙送来好多能量，从哪地方发出来？是完全两码事，是这么一个情况，是这么一个情况，好，知道了，再见，再见。